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68页，倒数第四行，啊，倒数第四行，中间十六空，啊，十六菩萨了，表十六空啊为中道。我们顺便在这边学习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所讲的十八空。我们从第三看起，三内外空，啊，内空外空，内外空，为我身不净的，外也如是，啊，外身不净的，我亦如是，一等无异也。镜像不可得故，是名内外空。啊，这个实际上呢，是教导我们观察诸法实相。啊，从自己内身看起。自己内身36种不净啊，9窍流出啊，这是四念处里头所说的观身不净啊，观受是苦啊，观心无常啊，观法无我，这四念处呢，是属于智慧，就是照见。啊，张家大师教过的照见，看破，看破之后啊，才能够放下。没有看破啊，总是放不下。真正看破了啊，他真的就放下了。啊，真放下了。对这个世间所有情执完全消失了啊，这才能够返望归真啊，我们障碍没有了啊，障碍最大的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我身不净，外面境界的跟我身一样啊，外身外面所有的形象，形象就叫做身，没有一个是清净的啊，就是宝石，宝石也不是清净的，为什么？从妄想生，妄想就不净啊，这个我不要被外面环境欺骗了，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宝石也不例外。那么极乐世界无量珍宝成就，那个珍宝不是世间珍宝，也就是不是阿赖耶的相分，不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它就属于真正清净啊，所以它透明，它没有障碍。啊，无论是内是外，清净相不可得。放下清净相就现前。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是心得，放下一切染污，清净。
才能现前，染污佛法也染污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。那如果没有世间这些染污，就没有佛法。所以佛法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世间法相对而产生的，用这个法来对治世间法。世间法是毛病，治好之后了，佛法也没有了，就病好了，药就没有了。病好了还治着药，那又生病了，永远不会好。病好之后啊，药就要离开。所以这真相明白了。第四呢，空空为内身、外身，内外身俱空，而有执着执空啊，就成病了。这个空不能执着，是复以空法而破前面的三空，这叫空空。第五大空，为十方世界是四大造色，假名日出处，日出处为东方，日没处呢为西方，如是方向呢，以世俗故有。世间人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假名建立。若第一中呢，则一法不可得，这叫大空。十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空间。四大呢，是讲物质的基本现象。地水火风。地是个物质，你能看得见，你能够摸得到。这叫地大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科学家称它为微中子，物质里是最小的，最小的它具有这四种特性。有形状。水大、火大是今天讲它带电。水是阴电，火是阳电。再小的物质它带电。风大呢，风是动的，它不是稳定的。它是活动的。那现在我们完全看到了。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波动现象，这个波动用风做代表。如果不动，这一切法全没有了。这个波动，大乘教里面叫它做无明业相。无明业相就是讲的波动现象。那么这个波动，弥勒菩萨说的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32亿乘8000，8000是100000。320兆，这一弹指波动的频率是320兆，极其微细的波动。这个波动是相续现象，它不会停止的。停止，这宇宙就不见了。
啊，什么时候会停止呢？成佛的时候停止了，等觉菩萨还没停止。啊，到成佛等觉证得妙觉果位的时候不动了，不动是什么境界？叫大般涅槃。啊，净土里面讲的常寂光。啊，回到常寂光就不动了。啊，回到常寂光就回到自性，自性是不动的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了，告诉我们性是什么样子的。啊，第一个，它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污染。啊，这告诉我们。一切染污是错误的，啊，自性清净性没有染。那么第二呢？它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叫做般涅槃。啊，梵语般涅槃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生不灭，它是永恒的，那是真正自己。啊，禅宗里面常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是指的这个。啊，不生不灭的自性呐。啊，自性是什么样子呢？自性什么样子也没有。啊，自性里头没有物质现象，就是连那个即微之微也没有。啊，没有波动现象。啊，没有念头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它是不动的。啊，慧能大师说了五句：第一个清净，第二个不生不灭，第三个本自具足。它什么都没有，它什么也不缺。啊，不遇缘，它不现象，它在哪里？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。啊，什么时候能看见？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八地以上，你慢慢的修，修到八地菩萨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八地以上的，九地、十地，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都看到。啊，所以它不是假的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证得的。啊，谁能到这个境界，他通通能见得到。啊，所以他不动摇。最后他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就是本自具足的显现，不显什么都没有，现出来就是整个宇宙，啊，变法界虚空界就自性现的，所以他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。啊，大空就是佛经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啊，四方、十方，这讲空间。啊，四大。是说所有现象的属性，啊，空跟有是一桩事情，物质跟精神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再小的物质现象，
他也有受想行识，就是说五蕴具足啊，一个微中子，五蕴具足。第六呢，第一义空，于诸法中最为第一，名叫涅槃。这是印度话，涅槃之法了，空无有相，是名第一空。这卦符有简单解释，凡于涅槃，翻成中国意思叫灭度。啊，灭是灭见思、尘沙、无明这三种烦恼。啊，度呢，都是度分段生死变异两种生死。啊，变异就是变化。我们两种生死都有。分段生死，从生到死亡一段，这叫一世。这个分段生死，那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天天有，一天跟一天不一样。我们老化了，老化是一天比一天老，啊，不是十年十年算的，啊，变异生死在你分的微细的话，每一秒钟，那在这边，啊，一秒一秒的老啊，啊，这叫变异，啊，所以六道众生呐，要受两种生死啊，啊，证得阿罗汉了。超出六道了，升到四圣法界。四圣法界有变异生死，没有分段生死。啊，那个变异是怎么变的呢？从阿罗汉变成辟支佛，从辟支佛变成菩萨，从菩萨变成佛，都叫变异。啊，因为他们修行，不断向上提升。像我们念书，在学校念书，一年级课程修完了，明年二年级了，一年级死了，二年级生了，这叫变异。那变异为什么称为生死？生死是苦，取这个意思。你从一年级升二年级，你要用功读书，很辛苦啊，要受一番苦才能提升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所以到成佛了，两种生死都没有了，那就真的毕业了。啊，那叫大涅半涅槃，半涅槃也翻作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，啊，跟着你灭度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佛法修学的真功夫。啊，我们念佛往生，欧益大师说得好，能不能往生？问题在信愿有没有？真心切愿，往生的条件你就拿到了，你决定能生，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。是功夫的前身，功夫前身，实在讲就是你放下多少啊，这是功夫，不是念佛念很多啊，不是禅定你做的好最好，长时间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完全是你这三种烦恼，见思尘沙无明，你放下多少？你放下的越多，到极乐世界地位越高。啊，见思烦恼要是断掉了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凡圣同居土是见思没断。
啊，无明烦恼如果是断掉了，你生十报庄严土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，你就是阿惟越之菩萨。啊，十报土是阿惟越之菩萨，得佛力加持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是凡身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。啊，不是十报土，十报土本身它就是阿惟越之菩萨，所以放下重要啊！啊，放下不是死，是心上放下。死有没有无所谓，不重要，重要是念头。啊，事上有，心上无就好。事上没有，心上还有，这就不行。啊，事上什么都没有了，干干净净了。可是心里老想着，我又缺少这个，我又缺少那，这不行。这到极乐世界品位不高。啊，事上我样样具足。我什么都不缺，心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啊，等于没有一样，都不放在心上，他品位高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，财物不少啊，千万别放在心上啊！不要以为这是我的，这就好啊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全部财产3亿部。啊，我们在抗战期间逃难，有多少行李呢？啊，母亲给我一床小被子，3斤重的被子，薄被，3斤重的被子，一床毯子，一个小蚊帐，2套换洗衣服，就这么多。所以整个打一个包袱皮背在身上。啊，我从大陆到台湾，也就是一个包袱。啊，很简单的。啊，背在身上就走了。啊，没有什么沉重的负担，没有啊。啊，那个时候的学生过的生活跟军队差不多，啊，军队有一支枪，学生没枪。啊，冬天冷的时候。那个时候的学校跟难民营差不多，有一些救济的啊，棉衣、棉裤、棉被啊，学生也能够有一件啊，过冬天就够了。所以，心里面的负担越轻越好。啊，没有负担是最好。啊，这第一一空啊，这你说就说得很清楚。啊，这个名词在大乘经里头常常看见。
第七，有为空。为是造作，为无因等法中，无我，我所以及常相，皆不可得。是名有为空。为什么？无因色受想行识，都是假的。这个问题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才真的算把它搞清楚。啊，科学家真正发现了物质的真相，我们对这个才明了。啊，没有这些科学报告，我们对这个还是搞不清楚。啊，总以为这个太深了，太玄了。啊，不是我们的常识。啊，物质现象破解了。才知道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完全是个假象。但是这个假象里头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能生物质。啊，受是感受，有苦乐有喜。物质上你会感受到物质这个身体苦乐，精神上呢有忧喜，这叫受。啊，想是思想。能想过去，能想未来。啊，是想是第六识，思是第七识。啊，第七识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阿赖耶识是个仓库，资料室，储存这些东西。啊，资料库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这是真的。啊，我所，我众生所知的假名。只是个假名而已，没有实体。啊，我所有的，对内来讲呢，就是五阴色身。啊，我能感受，我的感受，我的想法，我的看法。啊，这都是我所。那身外之物也是我所。啊，我的衣服。啊，我的房屋，我的事业，这都是我的。殊不知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不但这些东西是假的，啊，佛甚至告诉我们，佛法也是假的。所以学佛要会学，不会学的人说不会学，把佛法变成我执，就错了。啊，依旧不能出六道。必须知道佛法好像我们这身体，啊，身体生病了，佛法是药物，
要把我的病治好了，佛法也不要了。啊，我的病治好了，还把药留下来，那又是病。啊，这就说明佛法不是真的。啊，觉悟就好，觉悟病就好了。没觉悟，需要用它，觉悟了就不要了。啊，佛法帮助我们看破。看破帮助我放下，我只要一放下了，佛法就不要了。如果要佛法，你还没放下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确实，这个是佛法里头最高深的。啊，最神秘的，一般人不容易理解，理解都不容易，他怎么能修得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个正确的概念，那就是我们全身投靠阿弥陀佛。这个法门好修。这个法门甚至于不需要观想，啊，只要真信，相信真有阿弥陀佛，真有极乐世界，啊，相信他在西方，没有怀疑，啊，到我们临去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，这是他的本愿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就成就了，圆满成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能真正普度末法时期9000年的一切众生。啊，那么这些所有有为的都要知道，不是真的，要放下。啊，无为空呢？无为是无所作为。啊，这非有相。今对有为呢，故说无为。所以无为是从有为相对而建立的，你看，若有为法即不可得，则无为法何所可着呢？这样你不能执着。啊，佛讲无为，是让我们舍弃有为。有为舍弃了，还执着个无为，错了。啊，无为是大乘，不能执着。啊，这叫无为空。有为无为，通通空。下面第九个叫毕竟空。啊，为前面八种空，破一切法，令无一语，既无住法，也无空可住，是名毕竟空。毕竟空不能执着。啊，这一空到底呀，你的清净心现前了，啊，真的是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哎，下面第十个叫无时空，为世间众生
无有实相，如今生从前世因缘有的，那么前世呢？前世又有前世，如是辗转，无时也不可得，是名无时空。你辗转去推究，实际完全是妄想。啊，可是众生呢，很容易打妄想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迷在六道轮回里的时间太长。啊，习染太深，染污习气，这个东西在作祟呀，根深蒂固啊，在阿赖耶里头的种子，强而有力，不知不觉它就显现。我们讲习气。啊，所以空观就是对治的方法。我们晓得万法皆空，这些空全包括在里头。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教我们放下了。啊，教我们一无所求。为什么？你有所求，你得到的很有限，很辛苦，还有业报在后头。无所求，你得到的是圆满的。为什么？无所求跟信德就相应。啊，见性之后，你什么都不缺。啊，自信里头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一切都无量。啊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啊，整个宇宙都是你自己心变现的。啊，现在不知道啊。佛说这些话我听不懂啊，怎么说我变现的？啊，真是自己变现。啊，我们今天说变现的，里面一半是业力在操纵。我们自己不能做主啊！如果烦恼业障放下了、断掉了，你自己就能做主宰了。啊，阿罗汉以上，阿罗汉恢复局部的自在，不是圆满。在设法界里头，他自在；一真法界，他没分。啊，所以还要向上提升，在变法界、虚空界里头的大自在呀！
啊，亲情里面是烦恼，烦恼是严重障碍，障碍你出不了这大轮回。啊，如果你能暂时把它放下，明心见性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啊，跟我们有缘的众生，有恩的，有怨的，有互相残杀的，有互相债务的，全都知道了。啊，知道什么？知道是过去一场噩梦啊，迷的时候在六道了，做噩梦啊，清醒过来了啊，那么看到他们还在做梦，还没醒过来，这些人呢跟自己有缘，叫有缘众生，有缘众生他们的起心动念啊，不知道求，求我们，我跟他有缘，他不知道求，迷惑。可是他念头一动，我这就知道。啊，他需要什么帮助，菩萨就有能力帮他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自己就很清楚，我们遇到困难，有没有人帮助？帮助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极乐世界，十方诸佛，十宝图里面的法身菩萨，多少跟我们有缘的。我们有困难，他能不帮助吗？啊，那有人说，他帮助我不知道啊。我还是受这么多苦啊，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解决？他真看到了，他真来帮助你。啊，受苦什么？受苦是消业障的。啊，他不干扰你，等你业障消掉。业障消不了，不行啊，他不能代我消业障啊。这个东西自作自受啊！啊，我们知道，我在这消业障，有人看到，有人关心到，有人在旁边做我，虽在这里遭受业障啊，不感觉到苦。啊，为什么你心里很安慰？啊，这是我自己造作的，我应该要受。啊，很快也让你消掉了。啊，消掉，可能这些帮助的人就现前了。啊，现前我们不认识，他知道。哈，就像虚云老和尚朝山生病了，文殊菩萨来帮助他，文殊菩萨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啊，路上生病也是业障啊！啊，这个业障要到要命的时候，佛菩萨现身了，命要给他保住啊！啊，他后面事还有很多事没做完呢。啊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真正学佛的人心里很清楚，都是佛菩萨安排，佛菩萨在照顾。
啊，我们遇到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通通佛菩萨照顾，也是我们业力现前所感的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啊，欢欢喜喜，学看破，学放下。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究竟圆满的修行，就是一句佛号。这我们今天真正认识到了。啊，农村里的阿公阿婆，啊，好像痴痴呆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你看到他，满心的欢喜，他没有忧虑。啊，对待任何一个人，对待任何一桩事情，都是欢欢喜，像弥勒菩萨一样。啊，你跟他讲什么话，他回答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不会有第二句话。啊，他也没有疑问来问你，一句弥陀念到底。这种人经上所讲的暗合道妙啊，他们才是真正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。你问的什么菩提心他不知道，他真发了啊。什么是无上菩提心？藕益大师说得很好，他真心，真心有极乐世界，真心阿弥陀佛。啊，他真想往生，这就是菩提心。啊，真念阿弥陀佛，你看看，一向专念，这两句完全具足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不但往生，往生地位之高，啊，品位高，我们意想不到。啊，弥陀弟子，那个样子是真正的弥陀弟子。啊，我们跟他比差很远呢。李老师当年在世，常常跟我们这些学生讲啊，对这些阿公阿婆念佛的人赞叹呢，甚至于自己说很想学他们，学不上。啊，古人讲的上至下愚，难能可贵也。这是最容易得度的。啊，上至的人他没有怀疑，他听得懂，一听就懂了。下愚之人呢，他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他不管，他不问。你教他这个方法，他就一教奉行，就一生不改不变。不退转，所以这两种人的成就是平等的，啊，几乎都是上辈往生，啊，上辈往生是生十报庄严土，啊，那下句是下句是暗合道妙，啊，他一见弥陀的就开悟。啊，往生的时候，往生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见到佛光。啊，有人见佛光得定，有人见佛光开悟。
啊，这些下狱见佛光就开悟啊。啊，无时空，这是前世还有前世，往上推呀。无时不可得了，未来还有未来，往后退也不可得。啊，实际上这都是妄想。为什么呢？根本没有时间，时间是假的，空间也是假的。啊，什么是真的呢？就在当下，这一念是真的。整个宇宙就是这一念产生的，当下一念产生的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。当下这一念断了，宇宙马上消失，就跟做梦一样。一念之间呢，我们这个念头相续，所以没有感觉。统统在一念，一念不可得。第十一呢，叫善空，为五蕴和合，故有人相。若以智慧分别，破散五蕴于人，则空无所有。如蝠网云谷。众合为彻，若离散各在一处呢？彻就不见了，这叫三空。这是用个彻做比喻。彻有彻轮，有彻轴。你要把它统统拆开，彻就不见了。你把它组合起来，彻底形状就出现了。这就是缘聚的时候好像是有，缘散就空了。一切法从因缘生，那么一切法没有自体。也叫一切法无自性，这个自性就是自体的意思。无性之性就是实性，那就是真如本性。无性之性，那是真的，只有这是真的，这个真的是共同的。万法自性是一个性。就是自信变现出来。慧能大师所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这个万法就整个宇宙。太空当中无量星球通通是自信变现的。离开自信一无所有。所以见性之人，无量无边的星球，他想到哪个地方去，就人就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，自性没有距离，自性没有先后。所以想到他就到。自性遍一切处，所以示现为一切众生，
解一切艰难困苦都在当下。那么世间人缘散啊，他看到空了；缘聚，他没有看到空。聚也是空啊。那么这些总的一个原则教给我们什么？教给我们对一切法全不要执着。就这个意思。不执着就叫做佛法，不执着就是佛菩萨，执着就是凡夫。第十二讲性空。为一切诸法自性本空，皆从因缘和合而生呢。若不和合呢，则无是法了。是故诸法性不可得，是名性空。诸法的体性不可得。这是通常说性空的意思。这个性是体，一切法都有个自体。那么这是个帽子，它是一法，它的体是什么？它体是毛线线织的。把它拆开来，它是一条线，帽子就没有了，空了。那线的体是什么？线体是纤维，纤维质的。你细细观察的时候，这东西有没有？相有，性空；似有，理空。任何一法了都如是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的“一合相”。真的，基本的物质生，这个东西分到最后是什么呢？微中子。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，那就是一了。所有一切万物，通通是这一个东西组成的。一切法都是这一法组成的，叫一合相。合就是组合。就是缘生的，缘散了的时候，一切法都没有了。散到最后，物质散到最后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了念头波动的现象，就说明物质根本不存在。这个非常难懂要不是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时钟是一个谜，解不开的谜。八地才能见到，我们什么时候能修到八地？到八地了，破迷开悟。今天我们是得力于量子力学家的报告但是我们这个悟是解悟，不是证悟。八地菩萨是证悟，证悟管用，解悟还不管用。虽不管用呢，帮很大的忙能让我们相信这桩事情有了科学根据。第十三叫自相空，为一切法呢有两种相，一个总相，一个别相。总相生灭不住
本无尽有啊，亦有还无啊，皆是无常啊。这就是这总相，不管什么相，它离不开这个原则。啊，大，像这个地球，或者讲太阳系、讲银河系都可以，生灭不住。啊，这个生灭不住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。一秒钟，1600兆的频率在波动，它不停。啊，波动的现象就是生命。啊，波起来的时候是生，浮下去是灭，又生又灭，啊，它就是不断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前面念的一句“不断之无”，这句话说的妙绝了。无就是自性空，但是它不断。啊，它是不是一个相？不是的，不是一个，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。相似，不是完全相同，所以是一种相似相续相。我们都把它误会了，它是真有，啊，是相似相续相，啊，本无尽有，本来没有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当下这一念。可是这一念呢，已有还无，它时间太短了。啊，它存在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，只有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一秒。没有办法说它存在啊，比我们思想快啊，我们想不到啊，它速度比我们念头快。啊，所以说无常，这是总相，所有一切相都这个现象。啊，那别相呢？如地有坚相，啊，地是一个坚固的固体，这物质现象。啊，水有色相，火有热相，风有动相。啊，这是讲个别。啊，个别的相不一样。如是啊，二相皆空啊，是为自相空。啊，个别我们每个人。相貌不一样，这是别相啊！啊，我们善根不一样，我们所造的业不一样，我们所受的报也不一样。这都是有别相啊，别相呢也不可得。为什么不可得？总相不可得，别相怎么可得？
啊，总相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，念念都是个虚妄相，所以别相再复杂再多，皆不可得。啊，自性空啊，自性空的无我啊，我无了就容易懂了，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啊，第十四呢，诸法空。五阴是法，十二如也是法，十八界也是法，无有实相啊，一切皆空啊，无取无舍，能离一切诸见，是名诸法空，自性空。就看到我空了，诸法空呢，就真的法空了。啊，我空破了我执，法空破法执，于自己，于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。啊，为什么它是假的？让我们的念头皈依，啊，那就是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智心一处，智心一处就是念头皈依。啊，念头皈依就产生极大的能量，啊，这个能量不可思议。能量从哪里？本能，啊，是你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大乘教里佛常说，心外无法。法外无形，一切法不离自性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成佛就是见性，见性就是成佛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：一切皆空。无取无舍，啊，无取无舍就是随缘，有缘我不舍，没缘不取，啊，心完全。是定的，是清净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能离一切诸见呢？把一切见解，下面呢？啊，下面解释。十二如十八界，啊，通通能放下了。诸见、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五种见舍掉了。
就入佛门了，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初入门虽然地位不高，他是圣人。佛在经上讲的，没出六道，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啊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这个境界里头的人。要念佛往生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他不在同居土里。同居土，这一切住建还没能力，还执着。那是凡圣同居土的。啊，我们加紧努力一点。能把这个东西放下，啊，知道万法皆空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，啊，遵守弥陀经上一句话，执持名号，啊，那个执就是执着，持就是保持，我只执着阿弥陀佛。我只保持这一个执着，其他所有执着全放下，我再也不执着了。啊，因为这个法门，它是直方立相，容易成就啊。般若法门是要空一切法了，难了，真难了。啊，我们就要记住这一句佛号就行了。啊，但是一定要把所有一切念头全放下，功夫才能得力。啊，往生就在现前。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记住就要跟他走，机会难得了。啊，这是真诚心，真诚到极处，把阿弥陀佛感应来了。感得佛现前，啊，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告诉我们：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忆佛是常常想佛，念佛呢是心上真正有佛。一根念都从心。啊，一心跟意合在一起，啊，意是你的意念跟心合在一起，真心呢，啊，念精心先前的一念心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不是前念，不是后念，就是当下这一念。这叫你啊，这叫真修啊，叫真干呐、啊！啊，知道五蕴、十二如、十八界，这就把所有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了。无有设想，
要怎么样对他呢？不取不舍。啊，这诸法空啊。十二入者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十二。啊，十八戒。眼色、眼识、耳、身，二十。啊，鼻香、鼻识、舌味、舌识、身触、身识、意、法、意识，这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叫十八戒啊，眼是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六根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六尘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，这是六识啊，三六一十八。所有一切诸法全部包括其中，总不离这十八啊，称之为十八戒啊，戒是戒心，眼以色为戒心，眼不能缘音声，眼能缘色啊，耳只能缘音声，不能缘色相。啊，各有各的界限。第十五呢，不可得空，为一切诸法及因缘，毕竟皆空，不可得故，是名不可得空。啊，因缘者，为以眼等六根为因。色等六尘为缘，因缘聚合产生时，啊，因缘果，果就是六识。啊，要知道这个东西不可得。啊，诸法因缘生呐，缘聚，这个相就现前；缘散了。相就不见了。啊，如果能够在缘聚的时候就能看破，这叫功夫。不是等缘散才知道空啊。缘聚的时候就知道这空的，这不可得，这就得大受用。这受用是呢，不贪着，不生烦恼。烦恼是贪嗔痴慢疑，你不会生气。啊，你知道这一切法，当体即空，不等它分散呢。现前就知道啊，啊，我们住这间房子，不是等到将来房子消失了、倒塌掉了，才知道它空啊。啊，看到这座房子相有，心空。啊，它没有自体啊。啊，这个相字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啊，现在讲的钢筋、水泥、砖瓦，啊，这些材料，啊，再加上工人，啊，依照图样把它组合起来，房子成。
把它拆开一堆一堆的，那是建筑材料。啊，看到这个房子就晓得那是一堆建筑材料啊，暂时摆起来的。它是无常的，它不是永恒的。啊，所以你可以使用它，你不能占有它。使用它是对的。啊，你要占有它，控制它是错误的。你没有办法再占有它，啊，它刹那刹那在变，你怎么能占有？啊，身体也是如此，知道身体，四大五蕴组合，原生的，四大五蕴一分解了，身体没有。四大五蕴色是物质这部分，地水火风啊，精神方面这个思想是受想行识啊，精神这方面也不是真的。啊，身是一合相，精神也是一合相。物质现象容易懂，啊，看得见，听得到，摸得住，精神现象比较难懂。自己知道，别人不容易知道。但是，放下的人都知道，这放下人没有障碍了。由此可知，障碍就是妄念的。啊，受想行识没放下了，变成了妄想分别之主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不是色法，色里头没有，心法里头有。啊，但是物质受心法控制，随着念头起变化，念头善，物质现象好，美好。心念头不善。物质现象就丑陋啊，所以境随心转啊，一定要知道，身是最贴近的一个境界啊，起心动念。会影响身体健康啊，善心善念的，自然身心健康啊。如果忧虑、悲伤啊，这个对于健康有极大的妨害。啊，中医都有报告啊，都有说明啊。情绪啊，妄想伤身体啊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人逢喜事精神爽。”啊，欢乐对健康就有很大帮助。啊，欢乐到哪里去呢？到法里头去，
法喜充满，啊，这是最健康的。世间人这些娱乐，那也有一点帮助，不大。啊，那一种健康，好比吃了兴奋剂，这样的健康不是真正健康。法喜是真正健康。啊，释法里头也有。啊，《论语》第一段，孔子说的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那是法喜，说明世间圣贤教育会带给我们法喜，健康的。啊，佛法更是带的法喜。啊，我们初学法喜生不起来，那是什么？烦恼习气太重，你尝不到法味。啊，有些人一接触他就欢喜，那烦恼轻的人，善根福德深厚的人，会有这个现象。啊，初学得不到法喜没有关系，只要有恒心、有耐心，啊，慢慢去学，啊，一年两年会长到。啊，总而言之，烦恼越轻，妄念越少，这法喜很容易得到。啊，得到之后真欢喜啊！对身心健康有大帮助啊。第受无不可得空，为一切诸法及因缘，毕竟皆空，不可得故。啊，是名不可得空。啊，下面第十六，无法空。为诸法一灭，是灭也无，名无法空。又为过去、未来法，名为无法。啊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还没到。啊，这叫无法。如是无法亦空啊，是名无法空。啊，这个无法空一定要懂得，时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因为无法空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啊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啊，这个也不好懂。为什么？在我们感官里头，明明有过去，明明有未来。怎么说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？这个现象就在眼前，我们是在粗心大意，没看出来。我们感觉的有过去、未来，都是妄念，全是妄想。不是真念的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的妄想停留在过去，未来还没有到，我们的妄想已经预想未来，是这么产生的，其实全是假的。
啊，所以这想叫妄想啊。啊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，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疑问呢，就能解答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高雄有一部分同学们在做水实验，啊，他们就懂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一个人在做实验，我用我的爱心。啊，跟水交流，谁知道？啊，但是水的反应，给我看到的结晶，啊，我们用快门去照这个结晶，啊，连续照出来的照片，没有两张相同。我一个人的，我一个人的爱心啊，那个爱心程度不一样，念念不相同，不可能两个念头的爱心是完全一样的，找不到。啊，从这个讲就证明啊，弥勒菩萨讲啊，啊，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。每一个念头是独立的，啊，念头相续，所以事实真相是相续相随，这个相似相续相，不是真的相续，真的相续是一个相不动的，找不到，没有，所以叫它什么？叫它妄想。啊，念头呢叫妄想，现象呢叫妄想、幻想，不是真的。真的只有真如，只有自性，它永恒不变，它不动，它没有想，它也没有相，所以三种现象都没有，它存在。啊，那是自己的真心。啊，是自己的本善，只有这是真的。啊，这叫大般涅槃，除这一法之外，全都是虚妄的。啊，所以无明上加一个无实，无实无明，又称它做妄想。华严经上讲的妄想，就是大乘教上讲的无实无明。啊，加上一个妄，就说明它不是真的。这个东西确实只有大乘佛法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。无法空，有法也空。为诸法从因缘和合，故有法身。是法体本不实。这是讲个别的法体，它不是实在。这叫有法空，又为现在一切法，皆无为法，名为有法。如是有法皆空，亦名有法空。啊，现前一切法，
以即无为法。哎，即叫他个无为法了，他也是一法了。啊，既然是离一法的时候，这法都不可得。啊，是如是有法皆空。那佛建立这个有为法也是空的，无为法也是空的。啊，这前面意思是说过，有为空跟无为空。啊，有为法是真的，无有自性，因缘和合而生。无为法是佛假立这个名相。让我们知道，离开有为法，有真正的无为法。怎么证得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真的。只要起心动念，就错了。起心动念是有为，你就见不到无为。无为是什么？无为是涅槃法，无为是法性。啊，法性没有名，没有相。啊，老子《道德经》上所说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也是说这个意思。啊，底下是吧？无法有法空，为无法有法相，不可得了。名无法有法空啊！啊，无法有法都不可得。又为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诸法皆不可得。一名无法有法空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三心不可得。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为什么？设现在，现在已经成过去了，根本就没有现在，没有现在，哪有过去未来？啊，这些我们都必须要从量子力学报告里面来解释。啊，那就是一切法全是从波动频率产生的，这个波动是思想的波。啊，佛法里面讲起心动念，啊，这叫无始无明，无始就没有开始，它动。动了之后，它就不停，它就继续动。继续动呢，它就会受念头的影响。
善念，能操纵波动现象，恶念也能操纵波动现象。啊，善念所操纵的境界好，善境界啊，四生法界。不善的念头是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都是善念，三善道、恶念、三恶道，通通是波动现象发生的。啊，波动是念念不住，啊，是个无常的相，是个幻象，是个不可得的相。啊，念念都不可得。啊，那么现在科学家要知道，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道理，佛在3000年前就说过了。啊，时间跟空间，在佛法里头属于不相应心法。啊，所谓不相应心法，用现在的名词来说，是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。啊，空间设方是抽象概念，哪来的事实啊？啊，我们住在香港，说广州在我们的西方，啊，菲律宾在我们的东方。如果我们住在菲律宾，香港在西方，啊，台湾在北方，所以，到底哪里是东，哪里是南，哪里是西北？它不定啊，啊，要看你人在什么地方，没有一定的。时间也如是，啊，所以只是个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啊。我们现在执着把它当作事实，那它就变成事实，虽变成事实，假的事实，不是真的事实。这真相啊，都必须了解，啊，那真实的是什么？真实是如如不动，心底里就一念不生，你才住在真实。啊，人住入这个境界，心定了，心定了，这个动就缓慢了。缓下来了，啊，缓下来是，我们身体、情绪都缓下来了，啊，我们的衰老缓下来了，我们的寿命缓下来了，缓下去延长，啊，自然的现象啊，啊，急躁的人短命。啊，没有心的人长寿啊，这没有念头的人啊，什么是非好歹都不放心，不放在心上，这种人长寿啊。就古人讲啊，忧能使人老，过度的忧虑就变成疾病。啊，这些话说的都非常有道理。啊，那么18种空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这个16空啊，都在里头，这表中道啊。啊，说金刚术，
金刚手里的表法啊，中有十六菩萨位也，表十六空，为中道。两边呢，它有五苦，表五佛五智意，一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就十种真如，辩证十谛。啊，这金刚手表法。五佛佛修大辞典五智如来啊，金刚界五智所成之五如来也，第一个大热如来法界体性智所成，啊，第二个，阿处如来大圆净智所成，转阿赖耶识，就成大圆净智。第三，宝身如来。平等性智所成，就是摩那识，转摩那为平等性智，无量寿如来妙观察智所成，第六意识。啊，第六意识转成就是西方阿弥陀佛，啊，妙观察智。第五，不恐成就如来，成所作之所成，成所作，言而必摄身。啊，这个无智转过来的。啊，菩提心论里面说，东方阿处佛。因成大圆净智，一名金刚智者。南方宝身佛有成平等性智，一名观定智也。啊，这在南方。啊，是摩那识转成。西方呢，阿弥陀佛有成妙观察智，一名莲花智，一名转法轮智，啊，是第六意识。啊，北方不空成就佛有成所作智，一名揭摩智。啊，中央毗卢遮那佛又称法身智，啊，中央就是大日如来，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如来，密宗称大日，华严称毗卢遮那，啊，转八识称四智，啊，转识成智一定从因上转。啊，因上只有第六、第七，是因上转。前五十跟阿赖耶都是果上转。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只要六七转了，第八跟前五跟着一起转。啊，所以功夫啊，要用在第六、第七。啊，第六是分别。第七是执着，啊，执着里头当然有分别，执着重，执着多，分别少。啊，第六意识呢，分别多，执着少。啊，要从这里下功夫。
啊，转地其实我就是不执着了，转地六十我不分别了，对于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智慧，那叫照见。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那叫看破。啊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叫如如不动。我看得很清楚，我不迷惑，智慧。啊，知道这个东西是假象，不是真的，所以对它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是禅定。啊，这叫定慧等学。啊，有智慧，有定功。啊，定功就是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啊，智慧就是清楚明了，一丝毫不迷惑。啊，欧耶大师。要解里面所说功夫前身就是讲这回事情啊，功夫前身特别是在定功啊，我能不分别，我能不执着啊，看这个东西像看电影一样，看电视一样啊，看破世界，世界是假的，啊，那么灾难的问题，啊，国内有些同学告诉我，有一些人，啊，用我的名字或者在我这个讲演里头断章取义，在国内造谣生事，啊，说我教大家怎么样去躲避灾难，我没说过，啊，问我的人很多，好像我在。是去年吧，是不是就去年写的？啊，对，去年我写了这份东西。啊，这个是说明我对这个劫难的一个态度。啊，劫难来临，该留者留，该去者去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在劫者呢，逃不了，躲不过；不在劫者，遇着大灾难也能平安度过。现前唯一能救自度他者，就是听大经解，依教奉行，老实念佛，放下万缘，求生净土。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只有念佛改过，才能够减轻灾难。其他方法来不及了，啊，歇妄念，一切随缘就好，啊，这是我给大家讲的话，啊，与这个不相应的都是别人造谣生事，啊，希望同学们要留意，啊，不要上当。啊，前几年宗教局长叶小文先生在香港访问的时候要我在一起吃早饭，告诉我国内有很多不法的分子啊，他用着我的名义造谣生事，做一些
违法的事情。他说你都不知道，我说我真不知道。他这个没有关系啊，由他们宗教局啊，国家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来处理啊，我非常感谢啊。有些这几年年岁大了，哪里都不想动了啊，所以你要问我灾难我在什么地方，我在香港，我哪里都不去。啊，我们只要一心念佛，一心修善积德，以这个功德回向，希望灾难能减轻，能化解。有没有效呢？好像有一点效果。啊，理上讲决定讲得通，因为境随心转，中国人讲究风水啊，看风水里头也说，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啊。如果这两句话我们真正参透了，我们就相信今天的灾难是众生共业所感。在海外许多人问我哪里最安全，我都告诉他中国最安全。为什么？我说你仔细去观察，去想想，自古以来哪一个族群老祖宗积德，他的后代一定好啊。从这一点来看的时候，只有中国千万年来老祖宗通通是积德啊。中国把积德修善积德塑活了才不过200年呢。200年前哪一家不学伦理，不修道德，家家都修啊。啊，满清末后100年疏忽了，那慈禧太后干的。啊，民国成立，国家一直在动乱。啊，把这桩事情忘掉了。啊，毕竟祖宗积德的时间久啊，根深蒂固啊。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，马上就发现了，很快就发现了，人心本善。啊，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啊，人就是没人教啊，一教马上回头，马上就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。啊，那些小灾难是小灾难，是警告，是惩罚。啊，我们把老祖宗忘记了，老祖宗惩罚不会把我们灭亡。啊，可是其他地区不是啊，读历史你就晓得，在全世界，啊，修善积德了，只有这么一家了。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了，啊，自己心善，行善，啊，真正是个善人。佛经展开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但你自己不遭难，你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灾难就会少，大灾难变成小灾难，
小灾难变成无灾难。啊，希望我们在电视机面前的同修，啊，在网络面前同修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认真努力学佛，啊，念佛善中至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啊，学佛要有智慧，不要被人蒙蔽，不要被人欺骗。啊，那么凡是做这些不法的事情，他们的心性不善，灾难当中啊，恐怕不容易躲避。啊，躲到哪里都没用处啊！那躲他干什么？啊，现在科学家都懂得了。用善行，善行来改变环境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